关注阿中做饭轻松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中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款黄焖鸡的制作方法和详细过程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工。首先，蚝油一勺，生抽一勺，一品鲜酱油一勺。好，我们把它调拌均匀，然后我们再加入半勺的蒸鱼豉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放在一边备用。净锅上火，加少许的油，滑一下锅。我们锅滑透倒出，锅中留少许的油，加入少许的清汤，我们来熬。少许的小磨油，好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各位老铁看到这里了，帮忙给阿中点个赞呗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我们为了看得更加的清晰，好，我们换一个小的砂锅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肉鲜香嫩滑，酱汁浓厚，非常的好吃，你学会了吗？精彩如此短暂，美味为你呈现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